大家早上好，现在在小公园里，外面呢还有鸟语花香，然后端着一杯茶。这边是个小公园，有很多小孩小朋友们在玩游戏。我呢从星巴克要了一杯茶，这个是 Jade Citrus Mint Tea， 柑橘类的 mint 薄荷茶，要了四个茶包，然后这个味道呢就真的是爽歪歪了。这里面应该是有绿茶的，还有 lemongrass 柠檬草，当然还有 mint 薄荷，闻起来就很醒脑啊。四个茶包进去，我觉得我这一天应该大脑很清醒了吧。这个感觉其实是没有那个云顶迷雾的绿茶好喝的，但是呢这个真的很醒脑，脑子不清醒的时候很适合来一杯星巴克的这个薄荷茶。